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卡大师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小师弟。哎呦，大师兄，都是高楼大厦，这是什么地图？哎，这个叫城市酷跑。城市酷跑，那从哪里跑起啊？在城市里酷跑，应该是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条路。重力有没有改变的？没跳。有，不一样。哎呦，轻飘飘的。然后去到哪里？哎呀！哦，是变的。反正有箭头。嗯。哎呀，怎么这个也能掉下来？掉了吗？哎呦！哦，对，哎，我怎么只有一个回程卷轴？啊，我用了。哎，我保留了。那还玩的鬼呀、啊哦！那里有岩浆池，哪里？岩浆池啊？哪里？在往前面绿色草地后面，你的后面绿色草地。哎呦，好吧。哎，你这居然在我前面，因为我点的往前往那边。哎呦，点到就掉了吗？那这里怎么上？哎呀，小心哦！哎呀，这个能前行吗？可以，我是用前行的，不然感觉很容易掉。哎、不是吧？我刚才以为前行不行、啊、诶，过了一关就有一个回程呢、哎、哦，我在你头上，你哪里有过？不是、哎、我手上有，不是，是挂了之后有六个回程。哦，啊，你挂了，啊，你走。对，好吧，回程卷轴是会增加的、啊、又掉了。我刚才怎么过的都忘了，我怎么过的。前行到这个最角然后跳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每一块都可以前行来跳？好像，但是你的前行要刚好不跳到那个洞里。哎呀，不然的话也是会掉的。哎呀，这个是楼梯。哦，假的，假楼梯，不需要用到的。你在哪？在你后面。后面。开门，有两个重生点。那个啥，跳下去吗？哇，不是，好危险的样子。就是这栋楼怎么是空的？我也有，在你后面，跟着你。哎，你摔到了吗？对，比较高。不过没事，没车。哎，啊、哦，有个彩。哇，我到上面有个空中花园。哎呀，来，在里面好压抑啊！啊，那这是到了吗？还是跳到水里啊？啊、哦，箭头在那边。啊、哦，要跳过去啊？啊，对，跳过去。哎呦，过了。但是我没有回程卷轴了。我有四张。在干嘛？这里在干嘛？啊、哦，箭头。跳到下面了，跳下面要吃的东西是不是？吃饱，要吃饱。啊！跳下面。哦。跳下来，哇，那么高啊！那么远啊！死了 ！Sorry。上面有个岩浆，好好。重点在这里啊。还好。嗯。你先跳，你先跳。因为在前面很容易踩坑的样子啊！果然，又死了。哎，我是下来干嘛？来、啊，你下去了。对呀，啊，我的重生点怎么在上面？哎呦，我上来了！我比你快！啊、这是什么情况？我重生在上面了，还不快跳？啊，从这里跳到那边吗？跳到那边。哇，好远！哎呀，哎呀！是不是掉了就哎还好，这个树叶可以跳的。哎呦，差点！呜、哦，过来了，我要你在那里？哎啊，我要传送了。传送。哦，跳错了。这里是我们那里才是第一关而已呀、啊。不会吧？那这个箭头要指向哪里了？进，哎呀，箭头指向这边。
然后那边又有个箭头，你在哪？好远啊！哦，在上面哦。啊，掉了，摔死嘛！哎呀，摔死更好。有点真的有点像在楼上的感觉，城市跑酷真的有点是跟我们平常看到那些真人跑酷有点像哎，这才叫跑酷。哎呦，忘了吃东西了，到了，这是干啥？哦，往上跳，在哪里？你记得点重生，点。哦有，哇，好远啊！要跑到天亮，是天黑啊，挺好玩的。这个，哎，往哪边？嘿呀，嘿呀，这是哪里？怎么一下？怎么跑？往前啊啊啊！哎，啊，有恐高的人跑不了的样子，我有点恐高啊。你在哪？在你后面。是啊，你有点感觉。好，下去了，来了，跳，跳，绕一圈再过来。嗯，跳着跳着有点懵哎。哎呀，比较危险，比较恐怖。我掉了。哎，哎，啊，我又到一层楼里面了。你跳那么快？哎哎，这里有炸！哎呦！啊，死了！这个不是，这不是吊死的，这是没血死的，摔了一跤。开门，我又出来了。这个有很多关吗？这个地方感觉好。哎哎哎，我这里在干嘛？哦，这边有很多关，因为楼这么多。啊，终于进来了，而且是跌跌撞撞。哎呀呀呀！来，跌跌撞撞，哎，头顶上还有东西。Oh my god！又进楼房，两栋楼之间还有一个缝的，这么坑我。两栋楼之间必须有缝啊。我这是哪里？哦，到一个，我来用吃的作弊一下。我这边要去哪呢？哦，飞过去了。哎呀呀，这个吃的作弊。算了，我还是循规蹈矩的跳吧。啊！对，哎，我是来从这一栋楼跳过去。还没到终点吗？对呀，还没。有一栋更厉害的，楼上的空中花园，我还没到。我来跳快一点。对啊，你可以跳快点。你是第四关了吗？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关。不是每次啊进去以后有关卡名吗？就是它会提示一个第几关吗？没有哎，我没注意。那就是还没到呗，那你可能还在第三关。哦，我在一个很高的地方。啊，跳得我有点蒙圈了。哎呀，这得开背视角。背视角爬梯子。掉下去了。哎，果然背视角好用。
上来了。哎，又得爬梯。我还在房间里面呢。哎，是不是？我再看一下你。啊，你在哪？我爬到一个有墙，有墙，外面有墙的地方了。就从旁边绕过来。啊、oh.